个项目第一是仅限女子参加，然后现在之前是全是少数民族，现在放宽到可以允许参加一位汉族，然后所以每个队应该除了少数民族还有一名汉族运动员。然后秋千也分两个项目，今天我们比的是楚铃的，是一定高度上给你规定的时间，看你荡的次数越多的就是越赢，然后高度是谁荡得越高就赢。这个项目呢，起源于咱们这个就是朝鲜族女性的一个运动，女性的这个在空中通过这样一个荡秋千，让她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然后能体现女性的这些勇敢呢、坚毅的这个精神呢。老一辈的人肯定会知道这个秋千，可能新一辈的人可能不太熟悉，会知道的秋千可能就是游乐场的那些，就是普通的游乐性的一个秋千。但是到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比赛，然后通过到我们这儿的一个就是民族的一个传承，那我们要发挥的作用，我觉得是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运动，让更多人去喜欢这个运动。